多的啊民意代表的服务处啊都来共襄盛举。那我相信中秋节现在距离现在还有一个多月，今天9月1号啊，10月1号中秋节，所以还一个月。好，那但是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啊注意到我们中秋礼品的啊。那中秋是传统几大节日之一，送礼的旺季啊。但是大家要送礼，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社福团体。许多社福团体不是单纯的就是说啊，我们来捐钱做什么？他们事实上也让他们的收容的院童也好，或是里面的工作同仁也好，能够啊借着他们的劳力，借着他们的双手，借着他们的智慧啊，借着他们的用心啊，来走出一点。好，再麻烦看一下你们右手边的那一位朋友。